Hello，大家好，我是 Amy。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太阳盛德老师一起聊聊天。老师您好。Amy 你好。老师，我今天想和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我最近看到台湾一个讨论性的节目，讲到中国人有什么事情很喜欢找算命来解决问题。那在这个节目中呢，请到一个心理学家，那他就分析算命呢，是他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等于是你就照着他的答案这样子做，但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得到答案你去做，并没有学习到中间的过程。那心理学呢，它至少会给你一些学习的功课，你回家要练习怎么转念或者什么的，这样子你才能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把过去的一些负担啊，或者是渐渐的练习把它放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一些学习的功课。所以呢，等于是它比较能够治本。那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算命啊，或者是喜欢找乩童来求一些答案，不论是婚姻或者是在金钱方面。那老师您的看法是如何呢？这个又谈到算命的问题，是不是啊？心理学的问题。那我想人嘛，每天眼睛从睡眠睡醒一睁开，就会想到很多自己的不管是家庭啊、工作啊所面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多少不顺心，多多少少有时候会出现嘛。那一出现的时候，人就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行啊，怎么办呢？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都会想到哦，那看看预知未来，然后怎么解决，就会很自然的想到那方面去。那有些人可能有一次的经验，觉得哎，反正我已经算过这个人，那我现在算算那个人，他就很乐此不疲的一直在跑。有些人是这样子。那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节目在讲说这个算命就是给一个答案，心理学还说他们有几个步骤。其实啊，灵验的算命老师，他的确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命盘，他也可以看到每个人当时的运。他用比如说易经的方式，这种卜卦的，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他是可以推测到所谓的定数，这个后面真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事坏事怎么样的发生。那就像你讲的这个节目里面说，就是给个答案咯。如果是听了好事的高兴的要命，听到不好的就愁云惨雾的，说哇，这个这么灵的算命老师这一下子把这个讲得这么肯定，哎呀没有出路了。那一旦人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他可能会加速朝着那个不好的方向就越来越靠近。那你说对当事人有没有什么帮助呢？不但没帮助，而且会让这个不好的事情更快显现。那心理学的老师呢，他也许会告诉你说，哦，我们有几个方法回去做这个练习。但是我们现在去静心的想一下，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发生许多不顺，我们静心的去模拟当时的情境，会不会发现到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跟我们的逻辑有关系，跟我们的认知，还有就平常做事情的习惯都有关系。你说不把这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认知把它真正的转变到对的轨道，你就去做某种的练习也好或怎么样，那个也许是治标，但是不治本。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找算命老师，去找心理学的医生，解决的时候当时可能解决，但是后来又发现问题又回来，不但回来而且更严重。那你真的再回去看，不管是自己或身边人所发生这些事情，有可能就是因为习性未改，所以这个问题源一直在那里。那问题原因在那里的时候，你又觉得哎呀，算命老师说这样子去做就对了，那等到后来不怎么对的时候，又去问另外一个算命老师。所以命运就一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不是自己所谓的药到病除，真的把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对我们来讲，来看这个社会啊，觉得很可惜。有多少人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里面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今天算命老师说下半个月你的财运不错，他就笑了。如果说哎呀，你这大半年可能要小心有什么什么灾，他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地狱宣判了。那你说这样子下去的话，生活的品质跟灵命啊、灵魂的健康与否，我想都不会有太大帮助。所以你刚好提到这个问题，那我就顺便说说这里面的原因。
那刚才我还有提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去问乩童一些事情。那我知道乩童就是有灵降到这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代表这个神或者是什么来回答问题。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乱世的时候，老师曾经在上课提到很多次，就是他这个灵是什么来源其实不确定的，而且现在很大的机会可能是一些鬼啊，就是不正派的灵魂来附身的，所以大家得到的答案可能是错误的。那老师也有讲过，如果是鬼，他们其实可以看到事情在近期可以预测的还蛮清楚的，但是在长远的他们就讲不清了。他们有时候会乱讲，会骗人，就会给别人带来错误的讯息，可能会遭到一些麻烦。那老师您觉得呢？所以啊，一讲到宫庙就想到各地啊，尤其亚洲东南亚乩童盛行。那么原先有乩童的设定是神界的美意，因为人有时候智慧不够，所以要借由乩童跟神沟通。那缘起是不错的，只是说所谓的时代改变了，灵界也在改变。那以前可能是尊神，真的就是他的主灵降在人的身上，然后来做所谓的办事，就帮助世人解决一些问题。现在还有，的确是有这么回事。那无独有偶的，就是说乩童的本性啊，资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是他的资质不到，所以他接到这个灵啊，这个所谓的正灵，所谓的大神啊，就没办法降他身上。或者说他有时候接收度的纯度不高，所以呢他可能是接收到大概 20%30%， 他就开始跟神讲的话好像都是神在说，其实那里面可能有 70% 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就变成说杂质啊很多。那你不管怎么样，一旦这个乩童好像被神附身的时候，人就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就觉得他讲的每一字一句都是圣旨。但他不知道说在 between 人和灵之间呢，有很多不同的议题是人间还没有想到或者是研究到的一个方向。所以往往呢，你碰到这样子杂质太多的乩童，他自己个人意见放进去太多的，就变成说你听到这样子的预测，这样的指示，但是后来好像又不是这么回事，反而把自己的生活搞乱了，反而把自己原来还不错的幸福变得不幸福了。那这种人我相信大有人在了，只是有没有遇到而已。所以你说乩童与否啊，我想这个还是要见仁见智，有这样子的视野，你真的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行径，是你笃定真正的神明降临。要不然你说现在能够跟灵界通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因果清算，很多因果来讨报啊，鬼灵啊，他往往都跟当事人后来都可以相互沟通了，然后当事人还觉得自己感觉不错。以前要怎么样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当个乩童的，现在好像无师自通都可通了，只是你通到哪里，你是通到动物灵还是鬼灵还是哪一个程度的灵。所以不是说通了就好，有时候不通还好，通了反而是梦魇，这个方面也要特别注意。老师，那是因为这些灵他们现在要找出路，所以他们利用门类来沟通吗？他是找有缘的人，比如说我刚刚讲说因果讨报的，他就找跟他有缘要来讨的这个人。这个灵界可能本来也没有意思说要他变乩童，只是有一些比较强的给当事人的感应，或者说视线给当事人看，说给当事人听，那当事人可能以为哎呀这下通了，又可以看又可以听，觉得哇那我就是神的代言人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代言人，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凡了，那样子反而就是本末倒置，如果又误了人的话，那以后就还不完了。那老师您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该去接触这样子的东西咯？正知正见上面来看，所谓能不能通啊，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只是你有没有在这方面练习，这方面你的正量达到应该达到原来的本性本能，只是这样子而已。那现在的人有点奇怪，就是说什么都希望快，什么都希望说自己不付出呢，然后这个成果就在面前，一有这种心呢就入魔。那魔是什么呢？魔就是看到你这个心态，你当时不行，
那魔说我可以啊，我可以给你，在这个幻境里面呢、的确让你感受到自己有这样的能力。那有些人呢，因为知见不清呢、所以呢，刹那间看到这样的景象之后，就以为自己已经有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正量，那刹那间咔嚓一下进去了，就被魔所控制。这种人等呢，在现代社会上也是大有人在。所以现在的社会是蛮复杂的，虽然你看到都是好像我们人来来往往，但是每个人后面的故事啊不一样，所产生里面的问题啊也不一样。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乱世里啊，除了自身的政治政见以外，其他的东西呢尽量要有智慧的去判断，要不然呢反而惹来一身骚。好像这种东西都会是听朋友讲说某某庙特别灵或者是什么，都是介绍然后大家去的，那谁知道这个到底是。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你个人懂不懂。我在回想以前我一二十岁刚接触宗教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庙宇登的广告说哇灵验啊什么，我记得那个庙宇叫十八王宫，你不懂的人你以为哦这么灵啊，那要去拜一拜嘛。就后来懂了才知道，哦，十八王宫它不是拜正灵，它是拜其他等次的灵。那你不懂的人你就去拜啦，那你拜了也许他跟你结缘了，让你灵验了。这些东西就是我讲的，如果你命中没有灵界，用某种的方式让你如愿，那也就是在灵界里面他去偷盗，他把你的愿望偷来让你成真，你也不懂，所以你也跟他一起，你还谢谢他说这么灵验还愿。所以呢，你跟灵界的这个灵呢产生了一个共犯结构，也就是所谓的落入因果了。那么等到来世或者是今生将来，如果真的这时间到了，那不正当帮你讨到的这些所谓的福报，天地要收的时候，就没有再看是人还是灵了，那就一起收啊。收了回去，那后面该怎么办呢？那又是生生世世啊，因果相逃，了无出奇。所以你如果没有认知清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处处是地雷啊！你没踩对扑通一下，那就是万劫不复。那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有时候要很小心。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正知正见的重要，你千万不要认为一下子不劳而获了就能够得到比别人快的一个结果。要知道不劳而获的后面可能要还呢，不是一比一啊，很不知道是一比多少的，将来慢慢的还，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就是得不偿失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有些人会拜一些明明知道他是一个动物的灵，然后还是去拜，对于这样子的关系，那将来该要怎么样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但在刹那的短时间内，也许他拜的这个灵能够偷天换日，能够一手遮天，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接受时间的考验。那么将来天地的天律一旦 plug in 在这一段的因果里面的时候，那就是又沾了未来可能有很多你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剧情，那又来了。所以你跟神灵呢、那你要看看呢、你求的到底对不对啊，千万别认为今天不劳而获求了神或者是求了某种灵，他喜欢什么贡品我就赶快买这贡品去供啊，因为我一供他就会让我成愿啊什么的，那只是你和他之间的因果又加深了，那将来要怎么还呢，也许不是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在人世间呢，还是要在天地间的天理之中去行事，才是一劳永逸正确的事情。那这样讲的话，对人生中的一些课题和问题啊，真的还是要看自己正面的逻辑，看你做人处事这些东西为基本哦。好像这些算命啊，或者是鸡同啊，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好像就是不是治本。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想每个人的智慧啊，可以因为自己认知的深浅精进之后，每个人的看法智慧啊就会提升。只要你走在天地的正道里，就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提升的一种感觉。当你的智慧提升提升提升的时候，你看很多事情呢，你自己就会知道对错之间有个分数。所以我经常说呢，不要人云亦云，
人家说这个庙里你就去，那你碰到正神，因为他慈爱慈悲，用他的功德来帮你拨转你的问题，那也许那就运气好。那如果不是那么回事，你真的去这个庙太灵啦，赶快就是上个香啊，怎么样求心愿，可能你也应验了，但是应验的后面是不是将来要还这个因果，那就是现在你很难做一个结论的。那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让我们将来会烦恼的事情，不如啊让自己还是有正知正见比较一劳永逸吧。真的智慧是非常的重要，当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就会选择在人生中对的一些事情去做，或者是决定好或坏，这些都是会比较明。真的是这样子，你越是迷信，你越是不知究竟呢，然后就跟风跟下去，那后面就是五十五十咯。你跟的是正的，那就运气好，你跟的是邪的，那就要看造化了。比如说前一阵在台湾的一对一咨询，有位女士，她也是一直在找寻身心灵啊，身心灵啊，哇，到处课都上啊，然后她就运气比较不好，碰到了比较不好的老师，然后跟她讲说应该怎么样啊，然后求这个灵啊或怎么样啊，然后她怎么知道，她也就是跟着他们的步骤一二三了。所以呢，等到她感觉到有这么说一然的时候，照他后面的叙述了，已经入魔了。然后他怎么可以想到当初这样的一个老师跟他讲的东西会搞到后面自己这么多麻烦呢？结果他后来怎么样，他后来耳朵啊旁边就有听到说，五层楼不高不高，你有能力你有能力，你可以跳下去，跳吧。结果他真的跳下去，重伤啊，然后养伤养好久，还好啊，他跳下去还没有说一跳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威胁性。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你怎么看呢、啊？真的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但是我经常在说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福德，你所遇到的事情就会不一样。同样是遇到申请林老师，你福德不够，你就想要赶快搭特快车，那中间不出问题怎么可能呢？一定出问题。你说你福德够又搭特快车，那有时候搭错了，可能你自己有感觉就自己下车了，那也就是福德与否的问题。所以我经常在讲啊，一切都是能量，你的正能量不足，德资粮不足，你奢求在人世间要有怎么样的一个际遇，你在追求某种事情后面的结果，那就叫做缘木求鱼。所以这些议题啊，刚好今天提出来，我觉得是大家应该要静静的省思，能够找到对的方向才是今生的福气。要不然呢、啊、就这么一不小心，可能今生又是一个错的管道，让你这一生白走了。那将来如果还有机会回来，那所产生的业力啊、因果啊，这个不是佛教的东西，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天地之间天理所在。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在哪个宗教里，但是一定要在天地的真理里，才能够走出人生的精彩。真的，人不是只是知识上的提升哦，真的是连我们的灵魂都要提升，然后要有老师刚才特别讲，就是要有正性正念，才不会一直在负的能量里面循环。今天很谢谢老师在这里给我们对算命啊，及同这个心理学这一切的解说，所以谢谢老师今天的教导和教诲，谢谢老师，谢谢大家。